目前安卓微信发布了8038正式版，这次更新也有一些新变化。首先，在我的界面中，之前的状态变成了设个状态，另外状态后面的三个点变成了状态 logo， 点击后即可查看好友发布的状态。另外右上角的发表变成了发一个。当我们邀请好友进群时，现在左下角多了一个分享聊天记录，就是可向好友分享之前的群聊内容。语音转文字功能进行了优化，现在语音转文字变得更快更流畅了。视频号加入特效拍摄功能，虽然这里面的特效有很多，但是效果。另外我们从发现界面进入搜一搜后，现在多了一个问一问入口，进入后我们可向好友提问，又或者回答网友的问题。在测试版中，我们打开一篇文章后，右上角有个放大镜，不过正式版这个放大镜没有了。除了以上这些变化之外，这次更新还对一些界面进行了优化，而想要体验的朋友也可以在这里进行获取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